对吧？嚯，那多大！太爽两斤肘子加了没？两斤重，整个肘子，活肘加了没？39减4和35，最好吃啊，特别烂，很难受。
调皮，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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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过瘾了。走了活动家里面哈，两斤大肘子整只的，39小面卷转之后35，真香这肘子。哎，真是香！哇呀，加了一下老香了。哎呀，头皮真香啊！大快面火锅，超弹爽滑，大个香啊！鲜香麻辣。老成都大块粉，这个火锅实在太良心了，给咱们出了个特惠套餐，平时线下一盒12块钱的，现在两盒实在是带回家，每一盒家里面哈210克，大分量的哈，有一大包鲜宽粉，两包豆芽，还有一个滋火锅底料，嘎嘎香，这个正儿八经的四川成都老火锅，鲜香麻辣，两包肉芽，嘎嘎香。我喜欢吃宽粉的家人，这一大包宽粉老过瘾了，哇，秋川爽滑，哇，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现在活动还有十个人到手两大盒，赶紧去退货吧，小苹果走起，
火鸡面大活动，拍也发22包，太牛了，选次退货吧。太饿了，小苹果，脱骨大肘子，头疼。
麻辣面粉是活动价的买啊，正常都29，今天减2块，27.9，20包，太厉害了。那开水泡10分钟就行。清蒸免煮啊，开水泡。年糕火一面，香啊，别再花29去买年糕火一面了，现在厂家为了冲销量直接破价9.9个位数，3桶，3大包火鸡面，一个面饼，一包火鸡面酱，一包年糕条，免煮泡就可以。哇，经典的韩式啊，甜辣味，这是一包料，什么都没加了，怎么样？原始的一包料，泡个5-6分钟就好了。这个味道刚刚好吃。这个面也很筋道。现在活动还有，家人们赶紧去囤货吧，随时结束。